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小双沈之琳。又到了一年一度总决选，然后关于这次宣言的话，其实我没有太多想说的，主要想说的还是表达一下我对大家的感谢。我在2013年的8月19日，也就是刚刚高考结束，考上大学，加入这里，然后转眼间呢，已经有了3年多了。我也是很快，就是再过一年就大学毕业了嘛，然后觉得非常感谢大家这3年以来呢对我的一直陪伴。虽然我有的时候可能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比较少，但是这样子呢，就是每次握手会啊，还是签名什么的，总之就是能够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。然后今后的话呢，不管我在哪里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喜欢我，谢谢。